大家好，我是羽毛球教练李思伟，欢迎你来到锦囊妙计。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答疑。今天有个球友提出，为什么他打了高球，打出去感觉自己发力不好，而且质量不高。他传过的视频我已经看了，我看到视频当中有两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，一个是挥拍的时间过长，多余的动作影响他的快速发力；第二个，脚步不太正确，影响了他的发力和完整的技术。我首先把球友动作模仿一次，他在打高球的挥拍、架拍也叫引拍是正确的，在挥拍的过程他太长，他一直挥到他的腰后面，注意看，在这个问题上面肯定是影响你打高球。为什么呢？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学球的都有这个问题，把整个挥拍拉到一直要挥到这个左脚膝关节下面去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们打高球就是向前打，在头顶上发力，准确的讲就三个节拍：一准备，二起走或者叫进走，三挥拍结束。结束收走不是要把它挥到下面来，因为你没有必要。你是打高球，你挥下面来了以后，你还要举起来，又费马达又费电，就多余的。这就叫用力，你整个轨迹太长太多余。第二个，转的是右脚。我们羽毛球不是网球，不可能有这种现象，除了双打又向前跳，更多的都是后蹬跳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高远球，右脚向前这样的。你击球点本来那儿，球还在向后飞，你把整个人转上去了，那么点不是变厚了吗？这是肯定影响你的。哎，用力，你紧走就会让你肩整个都很紧，你就紧走就好了。紧走以后，把所有的用到你的小臂和食指根部的发力上面，结束。注意看，结束，走，放下来，结束了。不是挥到这里算结束，整个发力在这一块了，一定要把你的发力放在上面，这一块是你的主发力，结束，收下来。这个才能做好，就是手上动作。第二就是脚步，前面我讲了，你不能老是转着打呀，这样挥你挥的汗的是很好。我形容像农民挖地，
你也会下网，这是造成反拍效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。当然也有步伐不到位啊，但是你手，我们单讲手上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说，第一，你接点过于靠前，你人跑过了，这种球你杀球，不像正拍，正拍是要在前面去打球，反拍相应的让球放在后面一点，你好打一点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大臂，你如果是大臂在打，其实它是要下拽，看见没有？大臂它发力都是向下的。如果小臂不发力，大臂发力向下拽的，如果小臂发力的话，它就很正常的保持一个高度。所以无论是我们杀球也好，还是我们吊球也好，主要产生下网是这两个因素，下出界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所以我把造成下网的动作给大家做一遍。如果你吊球是用大臂在做，下面我用不用大臂去吊它，无论你吊反对角还是直线，注意看你要把肘关节和大臂顶得住，放得稳得住，那么你吊起就会好。好，下面杀球也是同样的，大臂一压就会下网，再看，而且容易受伤，因为我们的关节形成的最，看一下我们的关节啊，我不敢多做那个，我们用力去拉这个，每一个球给一个缓冲以后再进行变化，推直线也好，推对角也好，勾球也好，搓球也好，都是缓一下再做。那么平时球友们应该怎么练呢？主要做这一点，能够把球停得住，多练这个，不要拿了球一直向高处颠。你颠球是为什么？是找手感。颠，会打球的颠球都能颠，但是会打球能够停球能够做出变化的不多，那么就需要你的停顿。
这叫停顿，能够把球停得住，在停得住的情况下再去变。过去我在马来西亚带队员的时候，我就要他们一定要这样停，停了以后再送过去，停了以后做这个，你把这个做好了，你来回把这个颠，你看回反拍的正拍的，还有在拍上那个颠过来颠回去，你有这个能力以后，你的变化就非常的好，你的突变能力就特别强。好，我再做一下啊，给大家看一看看是不是停下来再做，它就起了这个作用，没有什么。好，有关正拍的停顿、搓球、勾球、推球就给大家介绍这里。下面我把往前的反拍、搓推勾的停顿出球给大家做一遍。有一个球员提的问题，他告诉我说他身高比较高，他在正式打的当中，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，他上网快退后慢。其实整个来讲，高队员只要在1.75米以上的队员到1.85米的队员，他的后场都是最大的优势，而且他的移动向前也好向后也好他都很快。向前他因为人高手长脚长，他上得快，他步伐会减省很多，他两步就可以到位。那么后场也是，高个子队员的困难处在于他的转身，急转急停，急动急慢退，这种他是他比较软的一方面。而他的前后移动不应该出现上网快而退后慢。那我估计，因为他们也发视频，我估计他的后退采用了交叉步。那么高个子采用了交叉步，就等于走高跷，就非常难移动，这就显得慢。如果是个子矮的，像1.65米左右的，你用交叉步还显得灵活，但是呢，灵活归灵活，它的移动范围很慢，它移动4次相当于一个并步2次的距离。跟我大家做一下，我们讲的是退后的并步是这个，这个叫并步，这个、叫并步。那么有交叉步，那么交叉步，什么是交叉步？这是交叉步，注意看，交叉步做4次到这个位置。相当于我的并步2步，1、2就到了，还没有2就已经到了，那么交叉步就是问题。所以我估计，因为那个高个子队员没有发出视频来，那我估计他是退后采用的交叉步。注意看交叉步，特别个子高了以后采用交叉步，你就会像踩的高跷一样。我们球友们应该知道高跷是什么，就踩了一个竹竿上面走路，根本就没有办法，这就显得慢。那么首先是要从步伐上进行调节，就是说你在移动的时候侧身，高个子侧身以后并一步就可以起跳了，并步转身就起跳，一定到底线，并步不需要多，高个子的并步哪怕就并一点点。